的新加坡女子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三轮比赛，女将们在新加坡下火啊，用手了，用手了。好吃吗？怎么黑样了？哦，不会的。我就不会了啦。事实上，从轻松的报告里面来分析，这四个球队的一个实力，现在目前看起来，事实上没有办法说谁的实力是最强的。事实上，以循环赛来这种对战的一个情况，现在澳洲队的先发游击手，他目前是在双城队的小联盟，在上一届的经典赛还有澳洲队的正宗的国手。买了几样东西？你说。1234。我买那个最便宜的电池，那种东西你都不能用。那你走到没去啊？没有。嗯，好冷啊。没有，我是出去。看什么？忘记了耶，怎么办？我记不起来了。看什么？等一下爆掉哦，我要乳酸饮料一罐。